者吴志伟台北报道。综艺天王吴宗宪的女儿 Sandy 吴珊如在演艺圈表现亮眼，父女俩还一同拿下金钟主持人奖，前景十分看好。不过他日前被拍到逛街时小腹微凸，被怀疑拿到游戏了。对此老爸也跳出来为女儿澄清。据苹果日报报道，吴珊如日前与助理大包小包快闪东去百货采购，当天他穿大红色洋装，看来小腹微凸，壮壮腿也裸露在外，离开前还少女心喷发，要助理帮他和年节气氛造景拍照。记者事后询问吴宗宪是否觉得吴珊如有变胖，他表示，我是觉得他真的很瘦，所有女生跟他拍照都哇哇叫，至于小腹看起来微微凸起，他则笑住说哈哈哈哈，又炸知识了。吴宗宪又与吴珊如左妇女主持节目默契十足。记者宋志雄社，吴珊如台风稳健主持表现可圈可点，反射自脸书。